不过这次啊，还是要感谢杜先生，帮我们老板除去了心头大患。哪里的话，林总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嘛。听你这么说的话，事情应该差不多了。元帅已经乖乖的出国了，过几天 MH 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将会宣布对他的处罚，他呀就再也别想翻身了。太好了。喂？什么？修改什么？好了好了。